他这个油还是整白金的话。好。这热天来，随时提示来熬萝卜丝的话，这儿点。就是。如果帮着我切啊，很快就切完了。这萝卜切啊，还切得很。我在洗呢。啊，这个干，倒在锅头熬去。倒在锅头熬去。有，力气大得很呢、啊！你看你老外公看嘛，你看嘛，嫌不嫌弃嘛？真是，看老外公呀，啊？老外公高兴的。啊，你看嘛，你娃好骄傲，真的动啊动的。哎呀，丑得很，哎呀，哎呀，摆得硬是个，你还摆得硬啊？嗯？你龙门阵多得很呐、啊！有些嫌辛苦了，你看嘛。就要来切庄稼。啊。哎呀，你把它整大点，有点。小坨小坨的。嗯。来嘛，来帮忙嘛。嗯，来了，我帮忙切了。洗完了这时候就把骨头呢摘去，把骨头这个拐角呢摘了，这个排骨炖呢那样吃来摘。小块的包呢划成两溜。孩子，好多斤了，我是看鬼了呗，237的。七。你我看嘛，这是不是这么重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半边都有1000多斤，你我说200多斤。哦。哎呀。是不是？对。那个庄稼，肥的装肥的，瘦的装瘦的。
肉端起了。嗯。瘦肉呢，快去高点子推。没得了。好，没得了就完了，瘦了装进去。Thank you.